好吃啊！得嘞，姜老师，咱们做一个藕丝糕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藕丝糕，这是个面点吧？对呀，我给别当面点，当菜吃。真的啊，一般人都做藕丝糕就算完了啊。我给他挂个脆皮糊，我给他起了个名特别好听，叫做脆皮藕丝糕。哎呀，姜老师，咱看看咱食材好不好？好，这是糯米粉，这是大米粉，这是莲藕。这是巧克力吧？这是黑糖，黑糖，鸡蛋，黄油，面粉，黑芝麻，糖桂花，这中间这泡打粉。哎，好，姜老师，哎，做完了以后，今天都我一个人吃，他们俩都不用吃。我跟您说，我这个又可糖食，又可带回家去。真的，我跟您说，您要待会儿串门的时候，您提了我们这藕丝糕，您串门去。小心旁边这个人直接就带回他家了。咱们第一步啊，先把这藕切成这个藕丝，一斤藕。 切成藕丝，这藕啊特别容易氧化啊，所以这个藕丝我跟您说，先得拿白糖腌上。哦，一斤的藕丝，二两的白糖。OK，腌上它。啊，这为什么要腌上它呢？啊，这个通过腌上这个藕就不易氧化了。哦，待会儿另外一个一腌它出汤。明白。对，因为这藕一般削了皮以后，过一会儿变黑了。对，啊，就氧化。对，它们这里边的鞣质遇到铁就容易氧化。 搁点白糖就把这个把这给糊住了，对腌渍了，它也出汤了，藕也有味道。咱们这个一斤的这个藕丝，白糖呢，二到三两，因为今天咱们要炸，如果不炸的话，您说我就喜欢吃这藕的黄香碗，四两白糖。明白，再搅拌搅拌。这个拌好了之后，别着急，咱们来一点糖桂花。 够甜了，您啊，少来一点盐，不是为了吃出来这个盐味儿，是为了让它有点甜。这个两种粉特别重要，是，这是糯米粉，这是大米粉，这俩配在一块儿，这叫香粉。哦，所以咱们今天做这藕丝糕，具有我们的苏杭二州的风味。哦，所以只有南方人才用糯米粉和大米粉配在一起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香粉的比例不同，可以5:5，可以4:6。 那么6是糯米，大米粉呢就是4，目的就是您想吃筋道的，您还是想吃软糯的，明白？这两个配，我们叫做香粉。所以香就是味道香甜的那个香。两个木，一个是木头的木，一个是眼木的木。哦，这个叫香粉也可以。另外一种写法是镶嵌的镶。哦，我们这两种把它掺在一起，这两个字用哪个字都可以，但是统称都叫香粉。明白？我们就把这个，您看见没有？糯米粉一勺。 2勺，别着急，1勺，2勺，这叫1:1了，搅了，咱把它拌匀了。那么我们的比例您记住了，我们的是一斤的藕丝，2到3两的白糖，我们搁上4两左右的香粉。哦，嗯，来，把火点着了。好嘞，要把这个黄油化一化是吧？对，化一化。 来点黄油吧。咱们这油呢，这个量呢不要超过呢，这个1两。嗯，啊，这玩意儿行吗？行，挺好。嗯，待会儿咱们拿这。哎，我现在想象不出来这蒸出来会是什么样啊？拿黄油炸？不，搁在里头，咱们吃的嘴里头啊有淡淡的这个黄油香味，而且吃起来不噎人了。这一化，这黄油香味就出来了。对，来吧，来点水，咱们先把黑糖化了。 好吧，来，这个把咱们这个黑糖化了，咱们点点桂花。我咱们旁边准备一个小盒啊，提前用这个油刷子呀，我们把它刷上点油，咱们使这黄油吧，啊，咱们就使这黄油就行。这立邦也得刷上，要不到时候它不好出模啊。您在家里头那不锈钢小方盘子都可以啊，咱们家的那过去的饭盒。哦。 这刷好了之后了，麻烦您把它放在这里头，红糖熬成浓汁儿。嗯，开开这边端不动吧？端不动。来，我给你端着，往里折。这好，力沉。关键时候还是老方。哎，力大无穷。只有我有眼力劲儿。力大无穷，你这是夸我了吗？你。 您那边装着这个，我这边这个红糖已经熬成浓汁了啊。咱们留着这备用。为什么脆皮呀、啊？
咱们趁着这劲儿调个酥茶糊。我们的淀粉为主，这个淀粉呢，您看没有？拿这勺，往这边放一勺、两勺、三勺，这四勺。咱们找这面粉，放在这边，你看，一勺、两勺、三勺、四勺。这是那糯米粉。糯米粉、大米粉都可以，您看见没有？不要多，一勺 ，OK 了。我们再拿这勺上来一点盐，放在这里头，来油吧。太抠了，太抠了，别哆嗦，别哆嗦。一勺，你别哆嗦，你就正常倒。两勺，三勺。这么多啊，四勺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要不不酥是吧？对啊，我们这个用面粉、淀粉、糯米粉啊，那么我们把它呢这三种粉调配在一起，既有酥脆的口感，又容易附着在我们原料表面。我们把它调一调，来点清水，好了，打上一个鸡蛋，这能不好吃吗？这时候可以放锅里蒸去了。对，如果开了锅了，但是您别烫着啊，烫不着您放啊，我怎么可能烫着呢？对，您别烫着，哎，你说您瞧我这个，哎，看见没有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夹子超级好，防烫防滑，我跟你说，而且使用方便，你看，还真棒嘿。我觉得您这有三大特点啊，第一点，纯不锈钢的，对，是吧？对，纯不锈钢的，耐腐蚀啊。啊，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啊，方便实用，绝对是。第三点我看了，就这个感觉，对，什么样的盘子都好拿，哎，甭管深的、浅的、薄的。怎么听着觉得好像又要让我家兄弟扫码呢？别掏手机。我说你瞧这碗，哎，这你看这碗，行，我跟你说这个好使，你这夹子好使啊。拿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，就会防止你姐被烫。好了，行，完事儿。行，老方，这是你的了，姐。这本来就是咱的呀。啊，咱们家掐的。再来一个，也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啊。教授，那个得蒸多长时间？咱们这个啊，咱们这个因为这个不够那么厚啊，所以咱们有30分钟就行了。好，咱们这糊也调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得醒一会儿。所以呢，咱们这个汁儿也好了，泡打粉也在这儿呢。糊也调好了，芝麻也调好了啊，要不这样吧？啊，您说，我歇会儿啊，喘口气儿啊，可以啊，是不是让马老师？马老师，马老师是吧？那拿你家蒸去啊，拿我家蒸去，来，小弟抱我家去。好嘞，家政女皇健康一点通由万通药业特约播出。本栏目指定产品为茯苓门家乡味沂蒙土榨花生油，地道沂蒙土榨家乡味，香到家。家政女皇是由虫草双参酒特别呈现。有手炒，有生炒，有滑炒，有爆炒，哎呀，这么多炒的技法，这可怎么注意呀？等会儿哥，别着急啊，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海量妙招应有尽有。马老师，咱们看来，哎呀，这有虾，看见了没有？对，虾啊，有虾，这做一什么菜？您这是鲜虾煎藕饼。哎呦。就这一个藕又糊了我们家一顿虾吃。我跟你说，你还别说，鲜虾煎藕饼，虾是什么？高蛋白低脂肪，对，补钙，对吧？藕是什么？啊，清凉爽口。马老师，咱看看食材。好，很简单。今天呢，咱们准备的是虾仁、鲜虾肉、鸡蛋啊，完了还有咱们带尾巴的凤尾虾。这个呢是提前咱们处理好的藕丁。藕丁呢，咱们家里头如果做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容易变黑氧化。对，姜老师那个是因为他做的是甜品，所以要放糖。我这个呢放的是盐，淡盐水给它泡着，也防止氧化。我说怎么这么白呢？这个对，你看我这个藕一点颜色没变，对吧？你看拿出来就黑了。哎，像他们有的说用那种什么醋水加一点白醋，那白醋会影响这个藕的味道吗？也可以，但是呢，因菜而异。比如这道菜呢，就适合拿淡盐水。对，酸辣卖了，你们那儿白醋还行。哎，是醋溜的，醋溜藕丝儿。来吧，咱们来，咱们开始。第一步啊，第一步呢，咱们先呢把这个虾肉呢斩成泥吧，得。哎，斩成泥啊，斩成泥的时候呢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好嘞，咱干嘛这不用绞肉机打呢？绞肉机打出来的颗粒呢，就是太过那个粗糙。哦。拍完之后呢，用刀背给它砸了。刀背砸的时候呢，它会更细腻。这点够吃吗？够啊，咱们还有藕呢。对。马老师，鸡蛋用给你打了吗？
太好了，干点活得。蛋清，蛋清，好吧。哎，这就齐了。哎，咱们稍微的炸两下。这玩意儿和一块一炸就完事儿是吗？哎，对，您再帮我拿一个盆儿。好嘞。这打鸡蛋是学不会了。这哎，已经有进步了，有进步了，有进步了。咱们接着说，这个虾肉呢，和藕的比例呢是1:1。咱们把这个藕的水分呢要控干一点。嗯，马老师，原来我去这个湖北还吃过一道菜，叫什么金钱藕夹？哎呦，对啊，那个名菜啊，好吃。这跟你这个是不是也有相似之处？有异曲同工之效，但是不一样。它那个呢是用的肉馅，对吧？咱们这是虾肉，比那个高档。是是是，更健康不长胖。哎，对，您给我拿双筷子。好嘞，好嘞，咱们先给它搅拌均匀。咱们呢给它调味儿。放一点鸡精，放一点盐，胡椒粉，放一点胡椒粉。完了呢，加入蛋清。加一点生粉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咱们给它搅和均匀了，需要呢给它摔一下，摔上劲儿，摔上劲儿。现在呢已经开始起劲儿了，粘在一起了，是吧？咱是不是得热点油啊？哎，不用。油不用，今天咱们是煎出来的，不炸，不炸，对，不炸。那么这个呢，给它放一边。好，咱们把这个虾呢，这虾是这个虾呢是凤尾虾。凤尾虾我提前呢去完虾线之后呢，拿刀稍微拍了一下，明白？咱们给它腌一下，加一点料酒。等于这里面出还能看见虾。哎，对，整个的虾，整个的虾留着那个尾。所以刚才你说呢，这个有点少，还有这个呢，这显多了啊。对，咱们放一点。是不是就外面吃的像琵琶型的那个？对。放一点盐，料酒来一点。张弛，他姐家这厨房啊，拍张照片回去好好揣摩哪个是哪个。知道了，姐，拍照片，这背成什么样，直接写上字儿，明天都给贴上字儿。行，焦老师呢，今天用面，得用手，他费面，我费手。对对。这需要煎是吧？对，煎，给它团成虾饼。这样呢？你外面吃着呢，又有虾肉，而且有藕的脆感，是。同时呢，看着还有虾，还有形状，对。原来呢，咱们做过一道就是比较经典的菜呢，就是叫甘蔗虾。它中间酿的是拿甘蔗，跟这个有点类似。甘蔗呀？对。那甘蔗能咽下去吗？甘蔗它是吃啊，嚼着甜味的，不吃。它中间是酿在中间当芯儿。就跟柱子一样，嚼完了以后也得那个。对，但是外面包裹的那是虾肉，明白？跟这个有点异曲同工之效，就跟有人做鸡翅是插点香茅是一样。对对对对，行，起火。板子上面啊，蘸点油，蘸点油呢，待会儿起这个虾。下去一下就动它，容易散，让它先定型。老常啊，我看这时间差不多了，我那刚如果要蒸成的话，稍微亮了，您给搁冰箱里。我现在就回家看一眼。得嘞，谢谢您。我看啊，行，离手还早呢。耽误不了。待会儿熟了我给你发微信啊。我哥老惦记上了，你看这。正好六个。嘿，我跟你说，我姐吃仨，咱们一人一个，是吧？正合适，手放我家冰箱里了。你回来了，你这我放冰箱里了。本来我们分配完了都。咱们给它翻一个个，砸那边。哎呦，真好！
这出锅就完事儿了吧？对，不需要酱是吧？啊，咱们蘸着那泰国鸡酱吃。今天我这一个酱百搭，真是。所以剧组就喜欢我这样的啊，买一个汁酱够了，是吗？是，但是您这个费虾呀，费虾，你看这个两面煎的金黄色，对对，这个可以出锅了，可以出锅了啊！别急，您帮我准备点吸油纸，吸油纸，哎，这儿了吗？啊，来来，是是，咱把油给它吸一下，嗯，好，关火，嘿，我给您吸着啊，哎，好嘞。看这色儿就特别有食欲、哎、是那比如说有的人呢喜欢吃辣的、嗯、咱们调一个辣汁也可以、嗯、糖醋汁儿、啊、包括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呢是这个甜辣酱嗯啊好这就可以尝了是吧、哎、对我摆一下盘儿鲜虾煎藕饼，做菜步骤：一、鲜虾去皮，留尾部，用刀拍成虾胶，再用刀背砸碎；二、取盆，下入虾胶和藕丁，加入鸡精、盐、胡椒粉、蛋清、生粉，搅拌均匀，摔打上劲；三、凤尾虾加鸡粉、盐、料酒腌制入味；四、手心抹油，把凤尾虾和藕丁虾胶捏成藕饼。五，锅内入底油，下入藕饼按扁后煎至两面金黄，出锅装盘即可。今天咱们这个马老师哎，您这一说，老师档次这么高，这像个惯常。切肠，这肉皮豆。我可爱吃蟹膏。刀上抹点油吧。嗯，对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好吃吧？这怎么这么好吃呢？这个我尝尝。真吃的？啊，这能吃这是？啊、哎，嗯，这做完了怎么不能吃？我先切一小粒。哎呀，这么粘呐！对呀、啊。哎，特别好吃。这什么来着？这是尝尝，倍儿好吃。嗯，还我。文老师不用做了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那不够了，那不用了，够了。好吃，老师。啊，我就喜欢吃这种包的嘛，糯米的这种。我也喜欢吃。这可以一做两吃吗，姜老师？可以啊，这个步骤就可以吃了。我觉得凉菜做蘸上白糖，味儿特别好。别蜂蜜。啊啊，对，蘸上凉菜做桂花，凉菜做蘸上桂花特别好。这怎么那么好吃呢？那凉姜老师不用做，行了，咱们。别别别，这个今天马老师来了，怎么咱也得拿点看家的东西来。这个咱们再。那个创新啊，我不瞒您说，我也小时候学点心的，学广东点心的啊。咱广东点心和广东菜有时候很像，对，尤其用这个黑糖做出来，肯定好吃。嗯、对，真是可以堂食，也可以外带啊。嗯
可以了，咱们出锅捞出来。脆皮藕丝糕做菜步骤：一、藕切丝，加入白糖腌制，加入糖桂花、盐、糯米粉、大米粉、化开的黄油，搅拌均匀备用。二、取锡纸盒，内部刷油，放入搅拌好的藕丝，上锅蒸30分钟，取出晾凉，切条备用。三、取盆，下入淀粉、面粉、糯米粉、盐、油、水、鸡蛋、黑芝麻，调成酥炸糊，把藕丝糕上浆备用。四、锅内入油，烧至50热，下入藕丝糕，炸至金黄酥脆，捞出装盘，搭配黑糖和糖桂花，熬制成浓汁即可。今天这都不用筷子，先吃咸的，直接下手。哎、先吃咸的，先吃咸的，再吃甜的。先吃咸的，这都无从下手，都先咸后甜，都不好意思吃这个。马老师，快快快！哎，好，嗯，你蘸着酱。张老师，来。哎，你看马老师在这儿，就是一副特有成就感，穿上、啊、没有没有，我看着你们把这个吃光了，我特别高兴。嗯、哎，先吃它原味的，嗯，虾真鲜，而且这个藕的这个口感和虾的这个口感在一起哈，又暖软、啊、又弹又脆，嗯嗯，再来个甜的，嗯，咸中带鲜，嗯，来个甜的啊。你不是出去吃喝玩乐一天哪？不行，吃的饱饱的了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不行，烫哎，烫别，烫死我了，那算烫了。张哥那么大个子吃，哎呦，好吃，嗯，哎，真好吃，就是虾饼，嗯嗯。其实一开始马主播做这个虾藕饼的时候，我还说这能好吃到哪儿去吗？对、啊。但是这个虾饼，藕饼真好吃。这甜菜特别适合就是年轻的情侣约会，点个这个吃完以后甜甜蜜蜜啊。嗯，这应该也给情侣做啊。是啊，老方，咱们今天开饭吧，你。哎，一定好，真好吃，有甜有甜。嗯，即便是可能都是油炸的，但是刚才我们因为炸的这个温度，对，手法，嗯，也不会有特别多的油摄入。但是即便是会有一点油，为了这个美味，我也愿意。哎，来，我家厨房开饭了，快点。来，我家厨房开饭了。是觉得吧，也没什么新意，天天吃中餐，加点西餐。菠菜鸡肉卷，把这个鸡腿肉泡牛奶里去，差不多10分钟，那个鸡肉吃起来会更嫩。西餐的呈现方式，它配的酱汁呢是中餐的。中西合璧。爸，您看看您这叫什么？奶酪焗虾。冯坤，我教你一下怎么做土豆泥。别教了，你看我们这个齐了，漂亮。咱俩就在这一下找到存在感了。好，哇，太棒了！来吧，我家厨房开饭了。